洪姐，是不是于天因为在选举，所以讲话要比较重嫌一点，才能够抢版面？你也在选举？哎，这就是要闹人啊！伊是那个何良斌强悍嘛，抢赌啊！啊，坦白讲啊，你要闹的人啊，无比何良斌较济啦。那要闹伊，闹比你较济，唔免得安尼啦。真的吗？你确定？我无骗你啊！啊，龙姐会帮忙啊！翻牌也好啦，角头也好啦，吼，啊兄弟也好，盘路也好，人伫江湖啊，交陪本来倚天自少年，南北二路奔走，地方只角头吼，白戏场的、包场的，只道上只兄弟朋友，伊也捌真济嘛，这咱大家知影。但是恁咧穿是无白的，恁老爸穿是有白的呢，哦，所以无必要伫只搭水果。为了选举，啊，若讲剩一个嘴皮，哦，我来讲爱来讲西门风，哦，啊，你若讲伊是为着伊的理念无合，拍人就唔对，伫公众大厅拍人，这就是第一，我要来闹开。剩一个嘴皮都我大脑讲的，恁无了解讲，剩一个嘴皮袂听啦，重点唔是听，甲你骗上，甲你闹开，甲你克制。这就变成在那个大众的那个目睭前，啊，让你生一个气魄。但是咱现在在说，说你这叫做动用暴力了，其实他不是正讲，啊，到哪要冤家就不是这个打法了。所以这是他在发表他愤怒内心，啊，但他讲话不顺嘛，所以今天不是刚不是要选举，啊，刚一天刚好就要选举，所以他用得到啊，他用得到嘛。今天如果选举前这个动作下，我说哪赢敢这样一个动作，最少30万票不赢，最少哦，30万票不赢。全国？但是全国啦，全国，哦，全国30万小数，减30万票。啊，你如果说这个税被审了，哦，这个邓小姐，哦，你要跟道歉嘛，那伊有道歉，道歉伊不应该说是，伊那个说对将介绍将重庆接起来，应该讲安啦，邓部长，你口口声声爱台湾，哦，你讲台湾爱独立，结局恁翁伫大陆做生意赚过来亿，这款的吼，我听袂落，这是家你现在气魄是安尼，哦，那安尼来就无同哦，安尼来民进党遮的人吼，伊要消停就够有代志哦。所以这个就是表示伊是个人情绪发泄去做这个动作，这唔对。第一，你要道歉；第二，法律来个制裁，恶个限制自己啊！吼，伊到底不管这是检察官的权利啊！啊，限制自己了后，咱就是讲这代志卖个烟消了。哪样是希望这卖个讲卖个消了？另一样是讲啦，继续消。哦，因为这讲到蒋介石，讲到老蒋哦，这烧了，咱就会当达到目的。所以各处所需啦，哦，啊，今仔日就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出来。我感觉讲，在这地方呢，头我迄六个版面哦，都倚天谈到，倚天都有谈到。哦，因为伊即马出来抢这地方，啊，第一三点波这个选区呢，啊，确实有帮忙。我认为讲台湾社会到这来，大家真清晰啊。大家在看代志哦，已经拢足厉害啊！啊，为了这款小可的代志，就起卡动手，坦白讲，无意义嘛，无价值。咱卖反应过多，你会记迄个肉丸哥未？肉丸哥第一个时间，迄、那个番仔姜捧伊，迄、那个肾迄个就对了。我就讲啊惨啊，这个家庭的破裂。然后呢，你为了路见不平，要哦拔刀相助。你去也信这个嘞，到尾这个囡仔未成年，囡仔爱个成长。你甲想，这个肉丸哥一个月13万，13万的薪水，伊摕3万去立迄间厝的贷款，然后一个月7万，互因太太去发落，因囝、翁仔某囝，或者食饭安尼，伊家己留3万做所有。若要讲一个查甫人的经济负担，这个算及格80分以上。不过他太太后来有出来有不同的说法。对，不管啦，我得讲啦，钱行的经济安尼啦，哦，因为迄是家族企业嘛。啊，你若是讲安尼落去，当迄个甲拍了，路见不平，伊过路网友嘛，基于疑分啦，去到现场筛了，这变作对这个囡仔
现在这个结局对这个孩子有帮忙？对这个孩子没帮忙，对这个家庭也没帮忙，家庭破裂了，他这种暴力本来就要制裁，如果这样这个家庭有不如无，这见仁见智。所以今天一样，他扇这个嘴巴是对还是不对，也见仁见智。你如果用意识形态来说，他不一定不对，但是今天见诸于大众，在媒体镜头之下，这个动作你就是不对。你说如果这样，行来没人看的不可以，也不可以，因为我们台湾是法治的社会嘛，民主建立在法治嘛，所以这个暴力的行为呢，任何人都不可以，包括用语言。你的意思说要用动手的方式来解决吗？这样好，我以后叫人这句话应该不用叫人，说老人看到你就打，看一遍打一遍，看两遍打一声，这就变成另外一种的暴力嘛，这也是另外一种的温情的暴力。所以这都没特地鼓励，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他也回失了，他太多面对了，没得再烧下去。那样的人是没得那么长体会，这是我们是错在等，坦白说第一时间我就错在等了，第一时间我你们没要选，你们年底才要选，我现在就要选，对，龙界要选举呢，这就是高点，不是，这就一点不利的嘛，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你一个动作就有可能赢，所以可能有哪有人跟他说嘛，所以第一时间他就出来反应道歉。台湾社会比较和谐的，说你，我在这里评论听了喜欢，你也不用欢喜，听了不爽你也不用受气，有的人说哇，这个都在骂赖清德，我都听了不喜欢，现在说那些人跟我说，他以前那影片在骂有理呢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清德做了不好，他说他在骂有理，人家是在说天高热，他在说饮水呢，所以一时风塞一时准。